哦哦哦！哎呀妈呀！大家听，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家邻居装修，我们一家人都快精神恍惚了。每天在家里就家里待不了，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每天在家里还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完成，我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再加上前段时间确实我感觉我真的是工作太忙了，少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光。嗯，妈妈呀，雷奥呀，还有这个我可爱的这个这个啊，所以说我们决定干嘛去，去溜达溜达，去海边度个假。对啊，在旁边啊。对啊，去哪？不远。什么什么海珠，海珠不是海珠，不是海珠，惠州，惠州。Hello， 大家好，我是丹丹，我们去惠州玩沙子，还有游泳，还有晒太阳。你去不去？你去哪？说，你去哪？我带老婆去。你要说咱去深圳，我们去惠州。惠东。惠东啊。感觉火车还没怎么坐就快到了。对，一个小时从广州到惠东南，一小时。然后刚才我们刚到深圳，我看了一下啊，深圳离惠东真的好近，大概15分钟。我们来广州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大湾区这些城市我们真的还没有好好逛过。对，这些城市离得都好近。嗯，珠海，惠州，香港，澳门东莞、佛山这些地方离得都好近呐、啊。对，我没去过，深圳、香港，然后现在惠州。去惠州？对，不是惠州，惠东。惠东，惠州市的惠东县。惠州到远了，惠州，反正都很近。对。我们现在也没有车，要有车的话，自己自驾会更舒服一些、但是现在坐高铁很舒服，很舒服。对。我喜欢坐高铁，可以吃感觉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坐中国的高铁是一种享受的，比飞机舒服。对，我喜欢飞机，而且很快。对，飞机3个小时，高铁7个小时，我喜欢坐这7个小时坐高铁。在中国乃至世界，这是一圈这么多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城市群，在世界上都很少见，真的是。对，而且我们把中国把这些大城市这些很好的一个高铁跟地铁全部都连接起来了，真的很棒啊。这个在大湾区之内游览还是非常方便的，有时间。对，接下来呢的一段时间啊，我打算领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多走走大湾区的这个城市，就在家里感受一下这个大型城市集群的这个中国大型城市集群的魅力。还有澳门，澳门、珠海，对，我们回头都去看看去。啊，是大湾区，中国的大湾区。哇、大海的味道，热。惠东南，惠东南啊，下来这么多人，下来这么多都是来度假的，走吧，对，往前走。你家人难得出来玩这么2-3天，所以说这次我给人家和妈妈做了一个惊喜啊，他们都以为我订了一个正常的酒店，其实我订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酒店啊，是这个惠东这边数一数二的这个度假酒店，
一会儿啊，我们现在需要打一个车。出站需要打个网约车，出租车太贵了。打个网约车。我们还有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大概要开。哇、哦，这个穿多了吧？对啊，我也穿裤。我让任家少穿点，任家不信。你看我穿的多凉快，出来度假的装备。料，热不热？不热。上车。happy 起来。任娘，茉莉，任娘，大海在哪？哈哈，茉莉，莉莉，哦，那прям море，哦，一个戏子，смотри какая，哇，哦，看有人在划船，落的船。进房间了，这俩跟妈妈要进房间了。我订了一个套房。哦，那边是海啊。来吧，看看我们的房间怎么样？我们在里面。为什么一个房间？啊？为什么一个房间？我们四个。四个人是一个房间。你看看吧，这房间怎么样？看看，看没看到？这是儿童区，这是小朋友睡的地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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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还是蓝色的。我们晚上看着这个地方是个酒吧，可以喝点啤酒，这个地方可以躺着看海。妈，快看怎么样？好。这样是露的吗？这么晃人、啊？哇，晚上这个房间挺好，都能看得到四面都是海。那面是个礁石酒吧，看到没有，任娘？那面是个礁石酒吧，对，礁石酒吧。Ой, там еще какие-то, у меня сюда какой-то эскалатор. А вон там можно подниматься наверх. Да. Блин,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этот номер? Наверное, очень дорогой, да? 没事，跟着你是跟着雷奥跟我妈借光。看这边窗帘拉开也是大海，然后看这面，怎么的？心疼钱？现在是淡季，不贵，真不贵。啊，真不贵，不贵，淡季，等再过两个月就贵了。但是反正也是比平常的宾馆贵。все равно не дешево. Такой номер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也不便宜，反正。咱们就玩两天，所以说给你们找个好点的宾馆。谢谢。咱们一家人也好长时间没出来玩了。谢谢。Молодец, такой молодец. 真的很棒啊。对。七八九。Лео, класс? Смотри, можно играть. Там можно играть, смотри. Можно тапки снимать, спать. Где? Вон там,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же. Тапки только снимать. Лео, эта комната как?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Лео будет спать там,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же. Да, Лео? Будешь спать там? Вау! Ложись! Да, море. Наконец-то море, которое 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О, воздух такой сразу приятный. 这趟海岸线走全是宾馆，全是宾馆。啊。嗯。对。这个。
出来玩就好好玩啊。谢谢。一家人难得出来一次，前一阵工作这么忙，陪你们的时间比较少。这两天我什么都不干，就陪你们玩。得，不行。对，我们上海边玩。谢谢。客气。哎。谢谢。哎呀，累死了，累死了！哎呀，哎呀妈呀！